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月天玛莎，准备好跟我一起迎接智勇双全六块腹肌超级男神的乐高蝙蝠侠电影了吗 ？Check it out！ 少爷，你这种不健康的心态需要彻底的修正。没，哪有？你需要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我根本不需要。那你好歹要抚养自己的儿子。不好意思，那个你说什么？我一整个有听没有懂。你在晚会领养了一个小孤儿，想起来了没？哇哦，你瓦蒂耶！嘿，他已经在这里住一个礼拜了。Hello, Table！ 哎呀，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Hello, 小小 Camera！ 你应该多了解他。你们有很多地方很相像。Hello！ 你既然领养了他，就该负起责任，好好照顾他。当一个好父亲，不是吗？阿福，我的外表底下是谁并不重要，我的作为才是关键。少爷，不要转移话题。那我不管。乐高蝙蝠侠电影2月8日晚场起。